世界上有许多深陷绝境的女人，根本不敢把自己的遭遇讲出来，她们大都选择了沉默。我只能把自己置之于死地，才能求生。你他妈装什么装？苏蕊她特别爱我。你就那么确定我就剩这么一个闺女了，就算是天塌下来，我也给她担着。你疯了！你如果自己给自己的女儿收过尸，你才知道那什么叫疯。不光是我，你们也逃不掉。不是一场简单的意外，是谋杀。现在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把所有的秘密告诉那些正在处于痛苦当中的女性。你要重新开始生活，你这么一直纠缠下去，你是走不出来的。加油！你说云层这么厚，我们能看到的出路？那当然，那可是太阳啊。